我们在南庄的 Seven 有一件事情很酷，你看好可爱，超可爱的。我们在买晚上要吃的东西，然后买了三瓶啤酒，一瓶是海尼根，另外两个是台虎的，想说喝看看这个 9.9。 看一下他们在做什么。你买这一个哦，冰棒。啊，阿佑，你要买什么？冰箱关起来，关起来。你去拿那边，你去拿每日星，会员之外的日星。我穿的。你吃那个。好像我有手。好紧张，好吧，有冰棒。不要再理你，这样融化比较快呀、啊。你手这么烫。你要每日星吗？阿、啊、姐，好啊。阿、啊、你要喝什么？要买饼干吗？哎、欸，悠悠，我们喝原汁味啊。然后原汁味是哪？这个。妈妈，你要吗？没事。然后那个是。这个是还原的啦，然后这个是原汁。我是同意的。哦，好。那我也选。我是买这个不要那一罐，那个是爸爸要的。好。好。那你要？哎，啤酒在哪呢？这里啊。我已经拿了，我已经拿了。我拿了百威。我不知道你要喝哪一个。酒。哦，好。你要喝你要几杯？两杯，好不好？两瓶应该就够了。好，两瓶。明天我们一定还会来啊。啊，有要买一些零食还是什么的？啊？嗯哼哼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要宝，我不要他们现在变好朋友了。坚果在这啊，我刚刚看到一个坚果，在这里。这个我们今天吃这个坚果，觉得这个还不错，比那个。我是说那个。我知道，你说那个。嗨，凯尔，你喝多多。你想要吃什么？万岁！我想要吃统一生机的。哪一个？你说你说有火啊？你说那个？没有，这边没有。你说巧克力哦？哦，巧克力的那个开心果。我帮他找一下。现在林想要吃，其实哎，就是巧克力的开心果。这边有没有？那个通常都摆在门口，好像没有，没有。你晚上一定会饿。有没有拿吃的、我还好，因为我们就喝酒就好了。我们是还好。好羡慕你们，我这个 宵夜上瘾的人。可是你们没有很胖啊，我们吃了就会胖了。可是我们吃了睡不着。真的还假的？可是我们吃了就会变胖。我爱吃宵夜。我们因为我们都把宵夜拿去喝酒了，应该这么讲、啊。你是吃宵夜，我们是留着喝酒。还是买个海苔。这间 Seven 生意超好，要买海苔。你后来买？爷爷说他要吃这个。啊、哦，好啊，好啊。这个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海苔，买个海苔。嘟嘟嘟。突然人超多的，我们进来的时候人还没这么多。有啦，这个啦。
好。那我跟你讲，那我不要拿这个。你不要拿什么？我不要拿这个，因为他说是第二件四折。对，第二件四折。没有，那要凭收据，真的。那没差。我本来想说，我这样就拿一样。哦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边真的，哎，忽然声音变超好。嗯，好，啊，我应该好了吧？很饱，我就没拿太多零食。我去，你看彼得拿比较多。真的？真的。你付钱啊？我拿钱，我拿那个。我付钱。阿吉，你付就好了，你有悠游卡。那我付钱。能付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，知道吗？代表你有能力。你狗逼吧耶！我想吃，不然你跟我一起吃一个。不行，我们吃雪花冰，我刚讲好了。跟我一起去吃。啊，好好好，走走走。啊，可是他们不是已经有买冰了吗？没有啊，他们知道啊，他们是口底先想要吃那个。哦，好。这不需要。那你去结账，我去外面等你。要付钱哦。付钱。不管他，到外面等他。这边有这个可乐，可口可乐的即冻凝冰。然后我们等一下想要吃雪花冰，雪花冰在哪里啊？好像在那边有一间生意很好的雪花冰。其实南庄晚上的味道也很好，就是有这种老街，可是又有人。感觉观光客很多啦，大部分都是观光客来，感觉都是来买一些宵夜啊什么的，生意很好。看一下彼得，我们要结账，不然人太多了。什么？可能要一个袋子，包包可能没办法。我今天包包装太多东西了。这边是南庄市场，他们已经在结账。等一下带各位一起去看我们要吃哪一间冰。我现在用的录影的是 Sony 的 Xperia 1 Mark 2，因为最近又一个多礼拜没用了，想说旅游就拿出来用用看。上次看，其实从荧幕看还是很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非常美。实际上就不知道。然后我有把防守震关掉，防守震关掉，它的光会比较更广。他们在结账。好久没来这了，其实来这边的感觉很不错。总共买了多少钱？3500。你帮我拿，我在录影哦。拿下面哦，我帮你开这里。买多少？3500。3553呐。679啊。买了600多，我们也买蛮多的哎。大概就是买那个海苔、坚果跟很多很多的啤酒。那你觉得彼得会买的比我们多吗？我们来猜猜看。我们来看看，他有比我们多啊。我们现在在猜你们买的多还是我们买的多？我们一定比较多，因为酒比较贵。酒比较贵。彼得也有买，彼得也有买一瓶酒。彼得应该也买个400-500有。凯尔真的好可爱。你很忙哎。嗨。
是不是你知道你只有点数？他说是，知道。你都出来了。啊，彼得也是很大袋，你买多少？你买多少？不可能比你们少，不可能。我们赢了，我们比较多。哎，买酒了。我们酒比较贵啊。这个400多，400多也不少。你饼干买到400多，对啊，你的好像比较大袋。600多，六百多，要多2罐酒。好，我们去。那这样吃饭怎么便宜？我们要吃冰，那边。那边 seven 好贵。对。走，又要走了，不要再看漫画了。又不要边走边看。我走我的路，又说被我弄。在这来，然后就砰，然后世界爆炸，它就掉了。所以刚刚我们就是第二次四世纪大战了，懂了吗？懂。我用了这么多手机稳定器啊，其实还是这支我最喜欢。现在用的这支是 Smooth Q， 用来用去还是好久没用了。哦，是气死，因为 Smooth 不见两只，不见一只啦。后来又不见两次，然后后来又买了一只，就有一只找回来了。这个是我用的最习惯的稳定器。抖一下，抖我的干嘛？好，我们要吃这件冰了。烟雪花，他们要一起吃啊，雪花冰。9点、9.8点、7点、6点，不晓得什么位置，刚才我们看没有位置，忽然全空了。好啦，我们就吃冰咯。算了，先进来看一下好了。我们刚才来是客满了，我们刚好两桌啊。一人吃一个，两，我们觉得我们顶多点两个。我想吃牛奶的，我想吃草牛奶。阿优，你记不记得你上次点什么吃完？你有没有记得？我上次没有自己点，因为你们自己。我记得有，有一次。好，那你点了你就吃完就对了。吃不完，应该吧，这边。我们要不要讨论一下？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讨论一下。我想要草莓，我想要牛奶。你想要草莓？想你想牛奶，那就有啊，草莓牛奶。你们两个一起吃一个牛奶草莓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哪边有草莓牛奶？对啊，草莓雪花。芋头味，草莓芋头吃的好。我看一下，给它有牛奶芋头。其实牛奶芋头感觉是比较搭啦。好，牛奶芋头啦，牛奶芋头。牛奶草莓牛奶。我觉得一个就够了，两个太多，我没有吃不完。耶、yeah, ，老板娘请客。请客，请客。那结果真的有大。你刚才 seven 有结账啊？有，我手机。你有手机？你刚才你一起结啦。一起结就好了啦。在那边演，所以你们那个戏剧社还在里面。不好意思，还是戏剧，我跟手机不一样啊。你真的没带？有啊有啊。我也赚一个冰淇淋。有必要吗？我话剧社演技。哎，我的皮包真的在这里。演到这个，哎，有东西掉出来。哎，那演到这个不见。我画新摄影机。是啊。故意的不见。吃冰了。还是三十八度。吃冰了。刚刚一桌都没有。刚刚是客满哎，后来刚刚可能是一团，对。刚集体去Seven，对，有可能就是那个对。
这边对，主要中午啦，中午人会多一点，晚上这种比较远的地方，通常晚上人会比较少。我想看那个冰长什么样，好对不起。有人今天玩溜滑梯，然后这边受伤了。我还爬树啊，我爬树这边红掉。好看。然后这边红掉，然后有人因为昨天买新外套，一直想穿，等一下看起来。姐姐，你看起来真的有点热。这边，然后这边被刮到了。男生嘛，刚刚拍一拍就会好了，我帮你拍一拍就好，来。因为你想要这样拍，不用这样拍，这样拍也不知道。你的冰要来，怎么样？还有在。我自己吃啊，自己夹。自己夹。没有，现在包场可以。包场，包场。你们要开冰店哦。啊？你们家开冰？你们家开冰店？没有。你是当自己夹。我这家都没人啊，要当自己夹。对，你们家开冰店吗？破掉了吗？不知道。那一条一条。谁知道？啊，来了芋头。原来是牛奶冰。再用两个汤匙。原来是牛奶冰哦。哎，有有，可以拿起来喝一下。哇。它是一条一条的。谢谢。好喽。是我。刚刚老板弄掉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你确定吗？往上挖。好啦，我们吃冰了，我们就录到这，拜拜。